哎呀，不好了呀，兄弟们，是我的卡片老是失踪了呀！你们看，这边本来有几张卡片的，没有了，奇怪了，去哪里了？哎，你们看这个10周年，本来跟3周年一样高的，也少了一盒。这边你看，少了一盒，哎，奇怪了，这样无缘无故失踪了呀！你看，这边本来这么高的，这么高的没有了，奇怪了，上面，哎，这个被别人拆过了吗？这个，哎，奇怪了，哎，怎么没有卡包了呀？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只有3包卡包了？哎，好奇怪啊！这个，哎，这个传奇也被人拆过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展开来看一下。哎，哎，这个只有2包了吗？只有2包卡片了，这怎么回事呀？啊？哎，我的洋洋怎么到这边来了呀？哎，洋洋空了，这谁拿了我的卡片吗？兄弟们，卡片突然间变少了呀，肯定有人偷偷拿了我的那张卡片。不行，这时候要守株待兔，把它给找出来。哎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比较好。这盒怎么空啦？没声音啦。哦哟，哎，这里面还有很多。啊，这里还有好几包。哎，快点说你在干嘛？没干嘛呀，我没干嘛。你会变什么东西？没什么东西啊。手拿出来。嗯。另一只手。没有。来，双手都拿出来。嗯。没有。好啊，你看看。你看掉出来，掉出来都，没有，你看看，没有，还没有。哎，口袋里面藏着呀，口袋里面。没有。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掉出来。传奇 SR 来看看这个是 SSR 罗索的，罗索再看看这一包有没有好卡呢，签名卡有没有，是张 SR、啊、来哎是张鱼啊，兄弟们 OPPO 的嘛，原生初始形态，好，最后一包了，最后 SR 怎么回事，兄弟们补了好运啊，我的好运不见了呀，好运啊，看看荣耀，荣耀有没有好运啊，哎，看看三 U 加古雷斯，这件是西多拉姆，来这个是最新荣耀发弹，我们看一下怪兽卡格鲁麦特，这边还有什么
三又起啊起啦。最后三包了，有没有 BCR 跟 SHR 呢？这边鲁纳迪克斯，这是两个辫子吗？两只耳朵怎么像辫子一样了？还有什么？这边是特价买复合型。来，这边看看萨德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巨型卡，最后闪游啊，阿基啦。哇塞，最后一包了呀，兄弟们，给力点呀！哇，是泽塔特卖，泽塔原始形态。还有什么？哇，兄弟们，又加欧布奥特曼爆炎形态，酷毙了！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，如果你也讨厌反卡联盟的话，在评论区里面扣一哦。